有请朱洁静、陈月江。外表长得还算凑合，但内心绝对爷们。微博人称朱姐，从来没有因为减肥的问题头疼过，有点爱喝酒，有点小矫情。学校说想成为贤妻良母型，可是除了跳舞啥也不会。长18岁的脸，拥有30岁的心，我爱生活，爱黑怕干，我的老婆女儿，秉承着只要不死 ，keep on dancing， 作为名字活在现在。我就是 C1， 我就是陈月江乖仔，就是我，没完吗？还。四位导师，你们将做出怎样的决定？小春老师，这段故事不饱满，我不敢动。你们那种调皮，我也不觉得调皮。对吧？杨丽萍老师，我要说的就是洁净。你自己在努力的证明你的不同，我们看到，但是是不是最好，它也就是不同而已。因为舞蹈这个真的要走到最后，要取得真金的话，真的是要内心要够坚强。谢谢杨丽萍老师，方俊老师，这一票我不给，谢谢。